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熊苏珍同修与我们分享输卵管不通、子宫粘连、六年不孕的熊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观世音菩萨慈悲送子，九子成功，让我们掌声欢迎。切除了一根输卵管，对于渴望要孩子的我来说，身心严重受打击，每天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之后的两年也只是听说哪里医院好我就往哪里跑，就这样就是肚子也迟迟没有反应。在生活中和工作中的种种压力让我患上了失眠，整整两个多月，每天晚上睁着眼睛到天亮，每天靠吃安眠药过日子。睡觉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可怕和痛苦的事情，每晚睡不着觉，用手抽自己的耳光，痛哭流泪。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忧郁症，家人看我这样痛苦担心，但却没有办法。这时也碰到带过中国的孙源，于是老公提议让我回国换个环境，也许失眠能好，同时也把身体调养调养。也许是冥冥中观世音菩萨垂怜我，原本打算飞上海转回老家江西的，我有个姐姐住在厦门，她希望我先到厦门游玩然后回南昌，于是我特意把机票改成了飞福州。听大姐说厦门有个有名的南湖佛，观世音菩萨非常灵，建议我去朝拜观世音菩萨求个孩子，这么多年没有孩子真是为家人的一块心愿。大姐说她有个好友，好友会跟动佛法，于是特意叫上他的朋友向杨同修，当时杨同修还赠送了我几本佛书，就这样我结识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当时我就被书籍的内容深深吸引，在书里有金红台长非常肯定明确地告诉大家，世上有鬼也有菩萨，有天界有西方极乐世界，人有六道轮回，三病分六动体病和灵性病，忧郁症是典型的灵性病，多年不孕要么有业障深重，要么就是没有站住。我知道我是属于业障深重时，有台长的书籍让我心里深深震撼。在年后我去做了全套身体检查和妇科检查，一查结果晴天霹雳，不仅身体免疫系统严重低下，胆肝脏胆氨酶偏高，妇科更是糟糕，结果是唯一的一根输卵管也不通，而且宫腔出现粘连。当时医生说，别说自然怀孕，就连试管婴儿也做不了。当时我就真的觉得人生失去了希望，看不到未来。忽然我想起鲁台长的书上有写，三病分肉体病和灵性病，肉体病医生治疗，灵性病拜佛诵经结合治疗，而且还有如何求子的念经方法。于是我照着求子的方法开始念经，就在我念经没几天，菩萨慈悲在梦中点化我。我梦到人死后灵魂下到地府接受审查情形，根据人在世事实行善和功德分配去来投胎。在昏暗的地府里，我当时非常害怕，拼命地祈求我不要死，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我还要和老公生孩子，让我在人间多积点德。当时观世音告诉我，阎王要你三根屎，谁能留你在五根。后来我一直拼命地求，就是没有理。后来我想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于是我开始念菩萨的圣号，一开口心经我就醒过了，非常清晰，历历在目。
从那天起，我就发现一定要坚持多行善积德，多念经。就在念经后一个星期左右，我失眠症就完全治愈了，到现在一直都是倒下就能睡。坚定信念，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三个月后我回到大阪，再去医院做检查，奇迹真的出现了，输卵管是通的，宫腔没有粘连。我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显灵救度加持了我，因为以前不懂事造的孽太多太多，孽障非常的重。台长慈悲多次梦中开示我，要求子要多加忏悔，阴气太重，多晒太阳，小房子也开始需要非常的多。就这样转眼到了2013年6月，很荣幸去参加香港法会，也很幸运得到多次台长加持，每次和台长握手时都感觉腹部有从所未有的舒服感，感觉就像妇科消炎的感觉。菩萨慈悲，终于在7月初我检查到成功怀孕，真的太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和鲁迅同学。在怀孕初，由于我所做的功德太少，经文又跟不上，出现了见红现象。去医院，医生说只有躺着不动保胎，胎儿太小，前3个月又是危险期，能不能保住就看你自己。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担心和伤心，我想起了只有台长师傅来救我，于是我打电话去澳洲东方台求救。当时我哭得非常激动，记得东方台有位女秘书对我说，我们是学佛人，碰到事情要冷静，哭有什么用，对你和对孩子都不好，碰到事情要哭着去求观世音菩萨。我这边也帮你请台长帮开示。挂了电话以后，我哭着在佛台前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赐药救救我。就在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了正站立的白衣观世音菩萨。当时菩萨从空中撒下2颗药丸，说道，此药不比凡间药，定能保你平安生产。转身我醒过来，因病在母，非常庆幸，我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慈悲显灵了。从那天起，胎儿就稳定了。同时，台长的慈悲开示，让我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如今母子平安，宝宝也非常可爱，非常有佛缘。每天早晚，我会带着宝宝一起上香礼佛，给菩萨请安。真诚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救我的慧命，还有感恩帮我带放生的北京同修，还有在怀孕期和学佛修心途中无微不至照顾和关心我的日本同修们，他们都是菩萨，我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就是一家人，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李璐同修与我们分享全家学习心灵法门，一起放生度人，受益匪浅，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只知道念阿弥陀佛，不知道怎么去还这个债。当知道心灵法门能超度阴灵还业债，终于知道可以还债了，心里说不出来的轻松，知道自己孽障深，所以一修就不敢懈怠，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来念经，不停地念小房子，听录音，看白话，努力把自己的债还清，
有空我们婆媳就带着我女儿一起出去发书度人，每月跟着共修组放生。在六月份参加香港法会的时候，婆婆虔诚许愿并吃长素。平时我婆婆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在一旁玩耍的女儿会无意间念几句经文出来，而且口齿很清楚，于是婆婆就叫我的女儿念大悲咒，她很喜欢很愿意念。平时女儿起来上学的时候总是很会磨蹭，可只要一说到放生，5点多马上起来，一点也不哭闹。只要听到台长说你啊要念某某经文的时候，她马上会问奶奶，这个经文是有什么用啊？我女儿还说要度她的爷爷，以台长的语气对她爷爷说，爷爷你啊要念心经不开悟啊。在6月香港法会的时候，我女儿说要上台去给台长爷爷念诵大悲咒，而且哭了很久，可等台长爷爷出来的时候，马上静下来，就在座位上祈请给台长爷爷诵大悲咒。在法会的这几天，每天都在给台长诵大悲咒。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原本是一名基督徒，觉得自己很迷茫，很没有方向感。我婆婆告诉我，台长的心灵法门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家人、朋友，连亡人也可以救。当时对我影响很大是我的女儿，3岁多已经能够完整背诵大悲咒，心想如果我们能一家人一起信佛念经，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今年的1月31日，正好是正月初一，跟婆婆一起拜了菩萨，开始念经做功课念小房子。心灵法门使我改变了很多，在没修心灵法门之前，我心里只要有什么事情，晚上就一定会失眠，遇到事情就会想不通，总是要纠结过去。但是现在好了，坚持好好念经念小房子，看白话，听台长录音，遇到事情想不通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出现台长的声音说，你啊要开悟啊，就什么事情都会想通。今生受委屈了，受伤害了，没什么好难过的，前世作孽，今生受报，自己好好修，把这还清，早日回到菩萨妈妈的身边。现在我老公也开始修心灵法门，与我们一起做功课了，请允许我读一段我老公简单的分享。我在家人信佛之前看过一些高僧与世人的对话书籍，所以我对佛学一直有所好感，觉得佛学中包含了哲学与科学。但家人开始接触心灵法门后，我是很抵触的，觉得家人已经沉迷误入歧途，一直灌输给家人不要太着迷了，不要浪费时间的错误观点。每当我老婆我妈与我说心灵法门的事情时，我会用自己理解的哲学观来反驳。渐渐老婆说我们的距离远了，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甚至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在今年7月4日的晚上，女儿突然拿着一本白话佛法走到我身边，深深地亲了我一下，很认真地说，爸爸祝你早日开悟。我的确被我女儿打动了，当时我开始看白话佛法，我对白话佛法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心灵法门是度现在世人的一种好法门，发现台长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很伟大。念经2个月自己改变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一家人能够一起修，感觉很法喜，感慨感恩。佛在的彼岸是那么的遥远，中间又隔着莫测的海洋，虽然现在的世界选择的余地有很多，但我很庆幸搭上了心灵法门这艘快船。现在我们都要一门精进，跟着台长好好修，好好弘法度人，让更多的人能够闻己佛法，真修实修，永不退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台长，感恩各位莲花师，感恩同学们。下面让我
们欢迎刚才发言的李璐同修四岁的女儿顾涵小朋友与我们分享，并为台长念诵一遍大悲咒。顾涵小朋友从小学佛修心，佛缘深厚，他正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爷爷，感恩各位龙天护法，感恩我的大师兄，各位师兄大家好，我叫顾涵，今年十多四岁，来自上海，我念经有十个月了，我喜欢放生，喜欢念经，喜欢弘法度人。我在家里跟爷爷说要开悟要念经，我给爸爸看台长爷爷的书，让他早日学佛念经。现在我爸爸已经做功课了，这次台湾法会也来了，我法喜，感恩菩萨慈悲。我还和奶奶、妈妈去庙门口弘法度人，配合他们发出讲解。我负责发碟片给叔叔阿姨，还有一个小弟弟，发好后很开心。我还跟着奶奶一起送大悲咒给台长爷爷，现在我念遍大悲咒给台长爷爷，祈请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敬爱的台长爷爷法体安康，常住在世，祝很多的有缘众生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何拉大摩多拉夜夜，南无阿里耶陀罗揭谛娑婆拉夜菩提萨埵婆夜摩诃萨埵婆夜摩诃迦卢尼迦夜阿萨波拉法夜素大罗大显南无悉皆利多帝梦阿利耶婆罗揭谛是佛拉仁多婆南无罗那谨墀悉利摩诃波多三藐三菩阿陀度数盆阿世蕴萨婆萨多南无菩萨多那摩诃迦摩伐特豆达子托阿阿波鲁西鲁迦帝迦罗帝夷悉利摩诃菩
萨婆摩拉摩拉摩西摩西利陀耶俱卢俱卢羯摩杜卢杜卢法舍耶帝摩诃法舍耶帝陀拉陀拉帝尼尼释佛拉耶扎拉扎拉摩摩法摩拉摩地里依悉依悉四罗四罗阿拉僧佛拉舍利法所法僧佛拉舍耶呼噜呼噜摩拉呼噜呼噜悉里娑拉娑拉悉里悉里疏鲁疏鲁菩提叶菩提叶普陀叶普陀叶里地里叶罗那进城地里色尼罗婆耶摩罗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夷夷室婆拉夜娑婆诃罗那进厕娑婆诃摩拉摩拉娑婆诃悉拉僧拉摩切夜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遮揭拉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揭悉陀夜娑婆诃罗那进舍婆伽拉夜娑婆诃摩婆里僧揭拉夜娑婆诃南摩诃拉大摩多拉夜夜南摩阿里耶婆罗揭帝娑婆拉夜娑婆诃阿悉耶度满多拉巴陀夜娑婆诃与我们分享身患多种不治之症病痛缠身并且曾经轻生的邵同修，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身体全面康复，精神焕发，人生充满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故事，那我现在就简短把我的问题叙述一下。OK， 现在就好像给各位看我的 X 光一样。好，你说是一个 X 光啊，请注意哦。我的第七节颈椎第七节骨头错位，腰可能是因为出过很多次车祸，那腰椎第一节骨头扁掉，还有在澳洲。老人院工作两次左肩拉伤，那
在前年呢，母亲节的时候，因为又出车祸，右边锁骨断裂，所以之后造成我左右两肩五十肩。那我还有糖尿病、甲状腺结节，更曾经有两次的乳房乳癌开刀，以及去年又发现了淋巴癌。听起来好像我身体没剩多少是好的吧？那重点开始了，在去年二月的时候，我回澳洲 Brisbane， 同修 Jenny， 介绍我进心灵法门，开始念心灵法门的经文。原来我复健五十肩长达一年之久，手呢也不过举到不到腰的地方。后来呢，在很短的两三个月呢，我就手可以抬到背的中间，那解决了我很多生活上的不方便。而在学习心灵法门不懂的地方呢，很感恩东方台师兄email 解答指导，还因为我的个案特别，曾经请示卢台长指点我功课及187张小房子。完成后呢，现在仍然持续在做。所以淋巴癌化疗到第四次做 CT scan， 就是断层扫描，那个已经看不到肿瘤了。这稿子上没有印出来的，我个别再另外补充。其实，在第四次 CT scan 化疗 CT scan 断层扫描之前，我曾经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胸部这个淋巴癌的地方开始化掉的感觉，就很像你那个猪油放在锅子里面化掉的那种感觉。不等到第四次 CT scan 的检查，我就自己感觉到。那但是呢，因为仍要做完六次的化疗，其中的过程很辛苦，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那加上我有血糖的糖尿病，会把我的血糖飙得很高，还有中间要打那个增血剂，骨髓痛到我很想自杀。现在你们看到我就很难想象，当时的我连说话一点力气都出不来，声音一点都出不来，走路歪歪倒倒的。但是我持续的念经以及饮食的控制，让我顺利度过此关。中间很多关心我的亲戚朋友来看我呢，都觉得我恢复得很好，除了头发灰白以外，如果今天澳洲同修 Jenny 在场的话，可能也认不出我来吧。还有我现在血糖也控制得非常稳，我要给自己按个赞。以上是身体的部分，还没完啊。在灵这方面呢，我爸走了以后，我很少梦到他。那有一次梦到他呢，他是在棺木里面被火烧啊，很痛，在拍那个棺木。那后来我就念了两三张小方子给他，就又梦到他，我跟我两个哥哥呢帮他做过生日，非常高兴。那我 email 去问东方电台解说是超度者了，还有念小方子给我两个阴生未生的小孩，也梦到小孩子他们骑着海豚啊去追前面骑海豚的小孩子往那个对岸去。那也是说超度者。我最高兴的，我是记得小方子可以超度往生的亲人上更好的道，这也是我当初最想帮爸爸妈妈姐姐为他们做的事情，可以帮他们 upgrade， 多好，就像坐飞机一样可以 upgrade 跟等一样。虽然我在我念经有一次呢，上
天上看到我爸爸妈妈、姐姐，那他们跟我说，我时候还没有到，要我回来。那我到现在还是很想念他们，所以我还是会继续的念小房子给他们增加能量。在精神方面呢，我因为家里面一些事情呢，在开始痛苦的时候，曾经想自杀过两次，有忧郁症，也有空间狭小症，连水都没办法喝，因为这个杯子一靠近就有那个空间狭小的感觉，很紧张的恐怖。还好听到嫂嫂的忠告，好好的把这一次的功课做完了，因为让你痛苦的也是你的负面菩萨，我们都应该感谢。也因此呢，成就了念经、学佛、精进。也有一次在公车上呢，看到那个标语“拉自己一把”，其实那个是叫你们拉那个公车上的拉环，让你们安全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菩萨中冥冥中之中有菩萨帮我遇到更多的贵人及解决之道。我真的这一路走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女儿、哥哥、嫂嫂以及两位小哥、小姑，还有所有关心我的亲戚朋友、同兄们。所以在念了姐姐咒没有多久哦，这次回来台湾哦，我先生转变非常多，现在常常带我出去玩呢。现在还有儿子的问题，还有化疗后遗症、耳朵左耳积水这些问题呢，尚需要继续努力。但我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常跟朋友讲，虽然我头发灰白了，我的心绝对不能灰白，一切都在于自己的心。记得小时候，爸爸常说，什么都有方法，重点是你要用对方法。那我说，心灵法门就是最好、最有效解决身心灵问题的良药与方法。最后还是一个好字来结尾，愿大家好心、好事、好运，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谢谢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澳洲的台湾籍陈国顺同修，与我们分享他的亲身经历。身患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寿命的陈同修，在卢军宏台长的慈悲点化和指导下，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神奇康复，创造生命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的救命之恩，感恩东方台秘书长及各位同学们、各位法师们，大家好。毕竟神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跟大家再次的现身说法，分享我的抗癌奇迹经历，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而卢台长救了我的命。今年七月二号，卢台长帮我再次看图腾，说我身体健康没问题啦，只是有点脂肪肝，还有点肝硬化。当时我听得真的开心的差点掉下泪来。卢台长说我的脂肪肝应该是由我的胆引起的，我说对，
8年前医生查出我有好多粒胆结石，劝我做手术把它割掉，但我老婆叫我喝苹果汁等试试看，结果真的排出11粒草绿色的胆结石出来了。接着我问卢台长，我父母超度走了吗？卢台长说，我父亲在天上的阿修罗道了。记得4年、3年之后，我梦见去世的父亲又要出殡了。卢台长说，我父亲快要投胎去了，还需要27张小房子就可以把他超度到天上去。结果我一共念了40多张小房子给我父亲，如今证实这小房子真的太好用了。我梦到我父亲请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外国人帮他看守他的土地，土地上还堆了很多植物，那些植物远处还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这个是我这辈子从没有看见过的。我大妹同时也梦见到我父亲穿着西装打领带，非常高兴地对他说他要出国了，原来他是要去天上了。我母亲因为业障重，身上还有流产的孩子没超度走，所以还在地府。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因为我母亲年轻时很容易流产，后来抱了我大姐回家做养女，之后才生下5个孩子。我很惭愧，自从念经后再没梦见过我的母亲，就没积极念小王子给她。现在知道小王子真的能超度亡人，所以我一定要尽快烧多些小房子才行啊。现在回想起1年半前发生的事，就像发生了一场噩梦一样。感恩菩萨让我在2012年10月份从知天见师兄夫妇那里接触到了心灵法门，之后没多久医生就查出我得了肝癌，因为肿瘤太大没法动手术，当时几位专科医生都说我最多活运半年，还好我当时没被医生这句话也吓死了。因为我自愿做了一次内放射治疗，当时我很天真以为这次的治疗就能得救了。后来在12月中，这个是在2012年的12月中，卢台长慈悲帮我看头疼，说我身上有2个大灵性，要我赶紧让小王子去超度他们。卢台长说我阳寿还有，就是卢台长这句话激励了我求生的意志和活下去的信心。卢台长说癌症病人的体质都是酸性的，主要出事才能把体质改为碱性的，为了要加快改善我的体质，我除了全部动物蛋白质都不敢吃之外，连糖盐也都在我餐单中被我开除了。但我每天吃饭时，我都会感恩菩萨赐给我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我不仅吃得下睡得着，还能到处跑，只要在澳洲我都会到观音堂去参加礼拜六的联谊会，听卢台长开示受益良多。最奇妙的是每次我从观音堂回家后第二天念经的速度就会加快，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帮我加持让我可以念快些早点还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去年四月我因为服药过敏，医生说我被烂，也就是说非常不幸运的意思，变成每半年我要做一次的内放射治疗，我才明白那些所谓的幸运的患者即使没有过敏也要做这些内放射治疗，只不过是只有延迟半年，也就是说他们也要一年要做一次内放射治疗。那所以既然都逃不掉继续接受治疗的折磨，那我为何还要傻乎乎的去吃药呢？于是我立刻停止服药。去年5月份我在日院照断层扫描，却发现我的肝癌肿瘤细胞死了98%。
让我幸运的逃过了第二次的化疗，但是去年八月份的验血报告却显示我的肝癌细胞指数又上升了很多，医生要我立刻去再照断层扫描，再决定是否要立刻入院做化疗。结果我连断层扫描都没照，也没去医院复诊，从此我把每天念的经文当作药，天天祈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去年九月份，我还跑去高雄的法会现身说法，还经常去爬山。常听人家开玩笑的说，医院的病人大多不是病死的，而是给医生给吓死的，还是有点道理。有些亲友看到我每餐吃无盐无糖的素食，忍不住问我，怎能忍得了这种食物呢？其实主要能活着，我真的吃得甘之如饴啊，杀生的作业真的太大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任何西药，也没有做任何肝病的治疗，就一心一意的靠心灵法门的三大法门法宝来救自己。每天都当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亲友都说我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个个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也感恩东方台秘书长，跟东方台秘书处的帮助，还要感谢各位心灵法门的师兄们的鼓励和帮助，和我的老婆才鼓起勇气去参加今年六月份香港的法会做义工，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做义工，真的获益良多，还得到菩萨的加持，真是太幸运了。经过这次的义工工作，让我明白只有彻底忏悔才能消掉我们身上的业障。我一定会好好的修心学佛念经，也会继续做更多的功德，继续的放生和度人，我一定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终身追随我的救命之人卢俊宏台长。